欢迎收看 Cashlack 2020年编辑最想入手的六款腕表新品。这次并不设限于款式、功能、配色或价格预算，单纯从接替个人角度和喜好，选出今年度六款非常出色的新表款，与各位详细分享。影片也将分为上下两部各三支腕表，让接替可细谈每一款能从众多新表中脱颖而出的原因。首先，第一款就是 Ben Ross 非常亮眼的全新 B203 HUD 飞行员腕表。话说，这次拍摄也是 JT 第一次看到实表，不得不提实表比照片来得更吸引眼球。Ben Ross 今年将夜光物料和特别处理的有色蓝宝石水晶玻璃把玩得淋漓尽致，大胆取材自战斗机机舱的抬头显示 Head Up Display。采用绿色蓝宝石水晶玻璃呈现，并是以四个直角标记，完美演绎战斗机飞行员的视角。腕表型号 HUD 也是由此命名。经典飞机仪表启发的表壳设计本来就极具辨识度，新表款搭配超强远的绿色表镜设计，除非把手腕藏在裤袋里，不然想要旁人的视线不专注在手表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有了出众的设计，飞行表显示清晰度的本质也获得保留。全部经 Superluminova 绿色夜光涂层处理的小时数字、时标、分钟刻度、指针以及表镜背面四个直角标记，让佩戴者无论白昼黑夜都可轻松读表。而真正的魔鬼暗藏在细节中，看了时表才留意到，原来腕表小时显示并不是采用传统指针设计，而是改用独特的中央小时转碟呈现。透过绿色三角标记显示小时，这一处巧妙呼应战斗机抬头显示器的设计，真叫人深深着迷。42毫米直径的全黑哑光陶瓷表壳和表冠，搭配全黑表带，完美衬托出这款腕表的军事风范。唯一觉得可惜的是，没办法在此影片展示腕表配备的另一条织物表带，可以想象搭配起来军事味应该更浓厚。翻到表背，同样是哑光黑色陶瓷底盖，镌刻有这款腕表的技术规格参数，包括腕表型号、防水100米等，让其军事风和工具表的感觉更突出。另外，藏在底盖背后的是备有38小时动力储能的 BR Calibre 302自动上链机芯。据悉，这款限量999枚的酷炫表款是 Ben Ross 今年的热卖款。如果你和 JT 一样被这款出众外观的腕表深深吸引，下手就要快哦。如果要评选一款今年最 underrated 的腕表新品，肯定就是手上这款浪琴 Heritage Classic Tuxedo 腕表。如果没有碰上疫情，这款经典复刻腕表的话题热度肯定可以媲美去年底推出的 Sacred Dial 同系列表款，只能感叹生不逢时。近几年复古风格当道，加上品牌自家浑厚的历史底蕴，让 Heritage Classic 系列新表款备受欢迎。今年品牌代表迷追溯回1940年代后战争时期的一款经典表款，黑白双色的表盘设计让人联想起男士身穿的燕尾服，因此被腕表藏家称为 Tuxedo。 有关注 Kingsleeve 的读者都不难发现， JT 特别钟情于复古风腕表，这款 Tuxedo 每处细节基本都命中软肋。上世纪3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分区式面盘设计，采用哑光黑色搭配银白色表盘，还原初代表款的经典风貌。不仅如此， Art Deco 启发的罗马数字刻度以及故意营造老旧风味的乳白色 Superluminova 夜光涂层指针和时标，都让整体复古怀旧感非常到位。对于手腕较小的 JT 而言， 38.5 毫米直径恰到好处，而且在这一两年小表镜腕表也开始回温，如果想要入手一只小表镜的腕表把玩，这像是不错的选择。这款腕表最迷人之处就是简单的面盘布局，小秒盘和表盘对比的表面处理，没有标注 automatic 字眼而热其窗，不多加修饰的设计让表迷欣赏到初代最原始的风貌。
当然复古怀旧感并不代表不与时并进。这款复古年代感与现代科技结合的腕表采用的是配置硅油式的自动上链机芯，提供64小时动力储存，搭配柔软舒适的黑色小牛皮表带，完美呼应 Tuxedo 的绅士优雅格调。重点是 JT 世代后也发现这款上世纪40年代的正装表来到21世纪，除了搭配正装好看外，休闲或军事风格穿搭也非常般配。接下来这款绿圈绿面的潜水表，相信不用多做介绍，表迷们都非常熟悉。个人觉得历代 Aquis 潜水表中，这款绿圈绿面的潜水表是最好看的配色，而且绿色潜水表的热潮丝毫不减，推出后马上成为热卖款，真不足为奇。限量发行2000枚的 Oris 汉杠腕表，是品牌携手韩国首尔 KFEM 机构专为汉江环境发声而设，品牌售出腕表的收益将用于资助汉江清理计划，让表迷得以赏玩爱表之余也多了一份意义。也非常期待 Oris 将来会推出专属马来西亚环境保护的限量表款。回到手上这款潜水表，让 JT 舍弃刚推出搭载品牌自制机芯的 Oris Aquistate Caliber 400的原因就只有一个，就是这款限量版的绿色配色。深绿色陶瓷表圈和表盘最中央相应又对比的感觉非常迷人，给人一种由深至浅的视觉美感，而且太阳放射纹表盘在不同光线折射下还会呈现不同光泽，让这款原本粗犷硬朗的潜水表多了一份优雅气质。据品牌表示，这款表的绿色色泽就是取材自汉江流域潺潺流水的深绿色元素，表底盖镌刻汉江横穿韩国的浮雕图案和限量编码，让这款别具意义的腕表更具辨识度。外围式热漆显示圈以及清晰易读的指针和刻度，充分展现现代腕表的魅力。 43.5 毫米金杠表壳，搭配单向旋转表圈以及背有护肩的旋入式表冠，凸显 Aquis 经典潜水表的阳刚坚实风范，配合旋入式底盖也达到了300米防水性能。三板式金刚链带是以精细的拉丝纹和抛光打磨处理，佩戴在手上给人成熟稳重的印象。这款限量版腕表搭载 Oris 743自动上链机芯，备有38小时动力储备。试想象，如果这款配色搭载的是5天长动力储能的全新 Caliber 400品牌自制机芯，肯定掀起一波抢购热潮。也希望品牌明年会如愿推出类似的表款。那你最想入手的年度新表又是哪一款？欢迎在底下留言让我们知道，也敬请期待接下来的 Part 2影片。